我还没好好说你呢，在学校不好好学习，你谈什么吉他啊你？这吉他呀，我劝你啊，快甭想了。老师，还有，考不上大学啊，你也别想拿走啊。进。啊，周令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主任，广播站要做一档音乐栏目，需要乐器，所以我来问一下，看看学校有没有多余的乐器。 比如吉他之类的，我这儿正好有一把，待会儿你直接拿到广播站去。那正好。你看什么看啊？这学生来学校不是要好好学习吗？你的吉他呀，先放广播站，周令老师代为你，替你保管一阵子，好好学习，听到了没有？吉他呢？你先拿走，好吧？那谢谢主任，我先走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回去学习去。 周老师，蓝天野，你还惦记着你的吉他呢。老师，这把吉他对我很重要。但是很遗憾，吉他你不能拿走。可是，我跟主任说的是广播站需要用吉他，所以你如果想弹吉他的话，就加入广播站吧，这样你还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光明正大的弹。加入广播站？当然，要想加入广播站。 也是需要通过考核的，明天中午我们开会，记得来参加。